新北市环保局为有效推广绿色消费，让民众在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同时，能习惯挑选环保商品，率全国之先，结合在地里长与社区，设置环保福利社，提供民众以团购的方式选购好康又环保的生活必需品。市府环保局表示，自去年底共计成立了55处的环保福利社，因而大获市民朋友好评以及高度询问。今年又有139位里长共襄盛举，新增立成立了139处的环保福利社。未来新北市共有194处的环保福利社，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用最方便而且用最省钱的方式购买到这个有环保标章的商品。那购买这个省可回收、低污染、省资源的这个环保标章的商品，其实就是我们保护地球、爱护地球最直接的一个方式。透过环保福利社，环保局希望能提供民众选购绿色商品的管道，透过销售模式让民众养成认标章、安心购、绿色消费、爱地球的消费习惯。我厚德里里面也有申请这个环保福利社啦，那我想说今天 来到此处来了解一下这个环保福利社是如何的来经营那他所卖的都是一些环保标章的那个又是一个团购这样可以使里面他荷包省下很多的一个金钱只要我们透过民众的力量，这样纠团的方式去购买这个有这个环保标章的商品之后，我们新北市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消费、绿色采购的金额是全台之冠。环保局表示，这样的计划一方面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也提醒市民朋友消费前多思考环保的重要，共享双赢成果。也欢迎有意愿设置环保福利社参与绿色消费推广的里长，可以跟环保局联络。记者张树成报道。